他是想让你尝试一下现在的东西啊，西刚。这个剧场里面有很多商店，吃的、用的、穿的都有。我觉得吧，你肯定喜欢那种受邀的风衣，还有现在那些小女孩喜欢那种潮牌的服饰，你穿上肯定特别好看。累了，没事，你休息会儿。我刚查了一下。 飞机还有一小道呢，你听歌休息会儿，想听什么？清净咒。清净咒。行，我替你找一下啊。还真有。不发。 Thank you.